现在在室内的运动不可行，但是很多人还是会在户外运动。但要注意了，如果您是戴口罩边运动，就要小心自己的身体状况。像是高雄左营区就有一个男子戴口罩跑步运动，结果在派出所前面突然就昏倒，没了呼吸心跳。还好员警反应很快，赶快赶过来实施心肺复苏术，送医之后把男子救回来。医师就提醒了，戴口罩会增加我们呼吸的阻力，建议务必是要降低运动强度，而且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，避免造成缺氧昏迷。画面中，一名男子夜间慢跑，经过派出所时，动作越来越不对劲，突然整个人昏倒在地上。还好，员警刚好目击，呼叫支援。心压，继续压，是不是？心压，打开上盖。实施心肺复苏术，持续急救到救护车到达。幸好这名34岁的男子送医后挽回性命。一名夜性男子跑步行经本所前，突然身体不适，昏厥倒地。运动慢跑怎么会跑到昏倒？当时男子是依照规定戴着口罩跑步，有可能是换气不顺导致意外。一块湿掉的口罩就相当于一块湿的布，完全的压住你的鼻腔、你的嘴巴，你有时候你一直之间不能呼吸，然后就会很快就会呕吐或缺氧。你可以散步。你可以走路。医师提醒，戴口罩会阻挡气流的进出，过于剧烈的运动就容易产生昏倒的情况，要降低运动强度，避免发生危险。华视新闻王喵许文南高雄报道。